Hello，我江江，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赚钱的方法。那这个方法呢，目前呢是不公开的，只有在我的限定会员才有的详细的赚钱的方法。那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了，其实呢就是低买高卖。好了，不卖关子了。我们现在手上呢有30片的空白录音带，是我这几天出去回家乡过年的时候来囤的。那30个空白录音带，我等一下上架到交易城呢，就会有人帮我买下来了。好的，我们上架了所有的卡带，我们全部卖8000块，这是我主要收入来源哦。各位，我们的卡带终于卖完了，不相信的话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交易城然后第二名哦，25000块，终于可以开双配件哦。可以看到我们的钢琴录影带呢，已经卖了将近24片吧，我还有6片在我的包包里面了，全部上架，全部卖光。哇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卡带来赚钱的话呢，欢迎呢点到我另外一个付费会员的，里面有详细的教学。OK， 那我这个影片呢先就要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哦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